各位 L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晏。那这一次接演这部《翻滚吧，阿信》，那角色叫做林玉信教练，他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。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处于一个低潮的状态，因为剧情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林玉信教练他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呢，误入歧途，然后怎么样在寻找勇气，达到他练体操的梦想。那我看的时候很感动，然后我告诉我自己，如果这一生有一个这样的剧本，有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我一定要用尽全力去演。花了3个月的前置训练体操，到拍完半年，然后学台语练身体，然后让自己处于一个完全要像林玉信教练那个状态。体操其实有6项，这6项呢，我每一项都要练，每天必须练12个小时的体操，韧带要拉筋嘛，因为毕竟年纪一大把了，腿很僵，筋很紧，所以要练的时候很辛苦。所以我每天睡觉都是在睡觉的时候会抽动。受伤的部分也很多啦，例如每天脖子会很痛啊，这边脊椎啊，连到后面尾椎啊，都是受伤的状态，到现在也是。学台语部分比较有趣的就是，因为我不会讲台语。阿里五贝贝不啊？啊，那这届就不是不小心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晏，翻滚吧阿信，真正好看。必看的3个理由，第一点就是它是最热血的，第二点最好看，第三点它是最感动的。